台湾中南部地区疫情持续升温，为了提升着预防下的保护力，江宜市长吴明辉伫咧八号宣布，将要替涉及江宜市65岁以上的长辈，再度伫咧江滨体育馆来开启大型的预防下接种站，要做的是第四档的莫德纳预防下。对这个起到15号开放预约，25号东江施打，东江资助莫德纳一种预防下，如果要经别的厂牌，就是会当到合约的医疗院所来接种。江宜市长吴明辉伫咧八号召开疫情说明会，除了来说明江宜市5岁到12岁之童，截至7号为止，注意防疫的人数是14384人，接种的比率有82.5%，如果扣除已经确诊无法度接种的儿童，有1338人，整体的接种率已经达到89.4%。而为着要提升着群体的保护力，江宜市政府嘛将再度针对着65岁以上的长辈开设大型的预防下接种站，并提供相当实用的礼品，鼓励大家来注射。你在今年的1月26号前已经打完第三剂，完成第三剂者，而且你是涉及在嘉义市是65岁以上的民众，那包括另外包括55岁以上的原住民，你可以预约在6月25号。开设港坪大型接种站来进行施打第四剂的莫德纳疫苗。那预约的网址也欢迎大家到永妈脸书或者市政府卫生局网站疫苗的专区，以及阳明医院的网站来查询。那这一次要拜托大家事先的预约，我们不受理现场的挂号。那到时候请务必记得要携带您的身份证、健保卡还有小黄卡来前往接种，要带了三个，一个是您的身份证，一个是健保卡，一个是小黄卡，前往来接种。那我们预计6月25号会再开大型的接种站。为着感谢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江宜市政府伫咧八号同时宣布，补助护理师陪同确诊者转移每一桌1000元，来感谢护理师和确诊者心理上的支持。另外嘛，补助药师，不管是送药啊，或确诊者或者是居家隔离的民众，嘛拢会当领到500元的补助费用。江宜市现在总共有37间的社区药局，加入送药到厝的行列，已经完成超过1400件。上游的服务。最新新闻，张定顺、王小山、甲义奇彩虹报道。在家吃喝玩乐，探索世界，您准备好了吗？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深入嘉义，最在地的美食，最及时的新闻，最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滑动手指，全部完整呈现。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